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先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陈济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邱沈莹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讲义班22届邱沈莹师兄好。好，那师兄，其实您个人的宗教信仰经验也蛮丰富的，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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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进入到宗门之前，其实也有相关的这些经验，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进来宗门以前，我以前是这个用的宫庙，宫庙服务啦，是因为服务一段时间，真正的时间你要向人发生这个身体恢复不爽快。但是按照这个宫庙服务，宫庙嘛真难帮忙去到一个山提青草回来吃，我那么拢有参悟啦我那恢复的精神到尾也是安尼，怎啊平平，无啥物进展。了后我看师啊伫个台心你讲这个易经风水经过阮师姐安尼鼓舞也安尼鼓励怎啊来参加这个。维新教哈，易经风水哈，来初级班开始然后就来这个上课啦哈。了后家己的心态是讲来上课了后可能作为为力啦哈，看当渐渐来改善。所以讲，伊开始进入来专门，这化工我无欠缺的啦，拢无欠缺的，反正化工拢就有出门开始了嘛是安尼，无啥物有效果出来啦吼。原来是拢安尼平平安尼，还阁时常去大医院，去人家时常去大医院。我就讲嘛，时常去大医院，他每年的7月份拢伫病一回。他每年的7月份拢伫病一回，农历啊，7月份拢伫病一回。过来，我嘛是安尼，迄心真坚定。我对这個宗教的心是真坚定啦，无论讲伫宗庙咧拜，这敬这神明，我嘛拢照安尼足认真咧做啦。过来安入来这维新宗，我嘛是想按着华工安尼做袂定啊，拢做补偿嘛，袂定啦安是心脉有一个基，有一个基台啦这个基台就是讲看安尼会当安尼较平静怎啊？身体会好，因为这个身体全身所有人爬的所在，我拢有经过啦。但是拢无一个，反有一个感觉讲，有一个效果出来肉食一人补我食药，20、30年前有人补我食半药啊，开这多钱5万，一个食一礼拜就大赢啦。没有笑，上脑筋了，所以我嘛是唔敢去找书啊，我就我嘛无想安，唔敢去找书啊，我来尽量会当做，安就做。自己先努力。先努力，到一天是迄个法会啦，
到一天这个阿弥陀佛法会的中间，咱伫这个伫咧教室遐坐听主啊功课啊，我坐甲这脚拢已经拢会疼，艰苦。我怎啊雄雄起来？因为我伫这个入中门之前，我若有去善老师吼，想要请教迄个善老师的耳观法师啦吼，讲迄阵啊有咧看嘛。结果我去，要入去伫遐等，怎啊久拢无法师去伫遐要看？我真正给你考验哦！啊，一下了，做我等到延平法师，所以第一结缘就是延平法师啦。哦，延平法师，啊，我给你找看卖咧，当然作热心吼，哎，找无讲，啊，我给你看，延平法师讲，我给你看，从我底下结缘来啦。哦，从延平法师讲，哦，延平法师给我看了，我才上课，人伊嘛请来给你关心咧，哎。叫个请教这，甲迄个圆通讲师讲吼，啊，等下甲请问看人有较好啊无安尼吼，啊了后嘛是拢安尼平平啦，反正无啥物，无啥物进展去安尼啦吼，啊无啥物进展，我嘛无讲来放弃这个宗门啦，嘛是阁继续，吼，我人就对这個信用较坚信，吼啊就。开始个上上，开始我讲，甲这几年啊，正常嘛，这几年啊，从我伫这个，伫这个还未发生这个衰事啊，正常吼。迄阵我心为了恢复好食药啊吼，食药已经引起这心脏出问题啊。哦，好。出问题，这个现代的医术老讲爱开刀啊。开刀啊，咱两个选择，我咪是。迄个用弓啊，还是打桥啊？吼，但是我算算的，伊讲我的筋络无解好，我故意打桥。但是讲你阿看下结果，退后，我先要是化工，就会先要是化工转来，我清醒拢做茫茫，要转来，阿咧开刀啦。吼，过一日，阮去坐游览车去，要转来坐游览车转来，转来到阮德仁德家属无人知影我安怎了呐？我坐了下底，伊也是坐个人就昏去啊，嘛无人听我昏去啊。就是你困去。嘿，困去啊，吼啊，规分钟啊，我也精神，精神了，我也点点，我拢无讲啊。但是我精神离开，等于到阮厝，我一支电话起来咧，卡先讲先带助理医师。我讲即班人像安怎？啊，医师真个，你即马谁来？我就随去啊处理。但是开刀个过程，我感觉一个。心内真安稳的所在啦吼，迄阵当时咧开刀这吼，哦时间也足久嘛吼，了后爱带你交个病房，我一个感想来讲，人袂使白做，啊你有对生命、对生活服务一定的保障的吼，所以我问我伫咧交病房，病情目睭安尼客气，就是有人带你去游山玩水，拢是咧花啥、花蕊，逐位拢足水。就坐啊，去看看，就是，因为我普通时啊，对这些面的回顾，我真重啦，真重视。哦，前十五啦，我个回顾我拢啊，足重视啊，吼，拢有安尼有咧见，吼，安尼顶内底住两三礼拜，我安尼加感想，哎，逐天目睭来客气，就是有人带你去游山玩水啦。我想，当然我嘛安尼感觉讲。真心色，真心色啦吼！啊，这嘛上唔知啥物人嘞吼。但是我安尼想，啊，这就是讲，啊，到有人要传去万岁嘛好嘞吼，对不对？后尾讲传你去看者，哎，对安尼，你嘛看唔到人听，哦安尼啦吼。这是讲，是我讲这个病情的迄个啦吼。啊，你啊，我讲我找师傅了，师傅叫我回来讲，你怎样？先自己拔自己挂，挂。处体吉祥，哦，话处体吉祥安乐，伊讲写只诗了，处体吉祥，我只挂保，我睇下书啊，哦，书啊，看看讲，安尼好，我看发挥结束，我去甲你看，所以讲，我唔知影当时，我所以我话未当甲袁老师来报告讲当时书啊要来，甲书啊咧催我时阵，我甲阿讲，哦。啊，阿叔啊来，
伊讲看看，入去看看，伊就甲我讲，行行，伫遐坐，行行，用香菜公妈啦。哦。出伫香菜公妈。哦。哦。啊，香菜公妈，因为这公妈会调整，伫事发进程，那我就请严龙老师去哦，有一内底这个牌啊，拢去整理过啊啦。哦，安尼啦。哦，那事发来，伊伫遐坐。坐了半点钟吼，就安厝啦吼，安尼坐坐安讲啊。事后要来，我就甲所有的心，甲姑妈禀，哦，我人较虔诚啊。恁有啥物话，有事情，有啥物话，事后达到的时阵，你会当甲事后，吼，甲事后讲吼，啊，大家当看唔较知这代志怎解决，哦，啊，事后就讲，意思事后，现在姑妈已经。伊讲来，足济拢讲，足济人，足济拢伫遐等啊！哦，因为哦，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每一摆发挥，我拢去做，做这個发挥，然后做大牌做哦。嗯嗯。发挥也要到，我暗时爱困，目睭也起，安尼，足济人拢伫遐死来死去，死来死去。我来，我早讲，我也未去报名啦。哦，阿要去报名，啊，去啊报名报报吼，啊，讲名来报好啊，甲恁公妈拢报好啊，相生吼，拢报好啊。阵迄阵唔知人，迄阵唔知人讲爱报相生，拢报公妈，拢做，我拢即个做我超苦超生即个祖先尔啦。嗯。哦，啊了，事后来阿公也袂使啦，爱做相生，拢爱做，哦，拢爱甲做大牌，哦，啊，我呢。从啊，做事我甲我讲了，我就拢无休困啊，逐天拢照安尼就做啦。哦，做到即卖还阁继续做，反正拢无休困就对啦吼。安尼，就安尼，所以我去，当时啊，伫即个进程哦，咱唔敢我迄阵人啊，安人啊较无咧许，唔敢讲咧问事啊。我伫外口等啊，做在办事啊，我都唔敢问。伫板桥车头啊，等下输啊，我往去找，伊嘛输啊，参输啊，什么阿舅，我唔敢啊，唔爱个，唔敢讲这个代志啊。哦，经过十多时间开始找输啊，我伫外口等下输啊，等个足侪摆，那个一个机缘呐吼，安尼啊，但是了，我甲输啊讲输啊，甲讲，哟，伊嘛输啊讲哟，输啊，伊反倒我讲这句话，讲这句话爱记的，讲入这座门，这代志就无法当解决，你唔免来入这座门。嗯，哦，用住这座门，这代志来未当解决啦，就免了，你就无必要用这座门啊，安尼啦。啊，但是恁头啊，嗯，下代先忙，未使要什么代志来找师傅啊，哦，师傅也无用啊，哦，是不是？哦，哦，是安尼来啦。啊，所以我上安了，我拢上高嘞，我那班的学员诶，师兄师姐，大家哦，爱认真学啊。我那班虽然讲年会，拢较济啊。大家拢讲贪无啦，但是我拢一句话，贪或者算或者啊，读者平安健康身体啦，健康就好啦。哦，我拢是简单来讲，哦，啊，大家互相鼓励嘛，无伊大家拢有年岁啊，哦，别听，迄呾，哦，迄个认真了，迄马达破袂，怎做挂针诶，就怎，哦，我嘛想讲伊袂当来，一个人伊嘛过来啊，哦，对不对？所以讲，即个人诶坚心，我感觉是信仰是人诶坚心啦，吼，啊嘛有一个。坚信就自然坚信就好处啊！哦，啊，尤其即卖阮教室也有请这个一尊老祖来遮奠定，互大家学员心会较在啊！哦，我讲嘛，个阮那学员会当有熟悉的遮算啊，这恁来有啥物考证，你会使个老祖病啊？老祖上真后你食白病老祖嘛，甲伊帮忙啊，无要卖啦！哦，我因为我是。按以前即伫即个，我着得按本地得搞拜神明，我着足虔诚，足虔诚的人啊吼。你安尼，所以讲吼，来到这宗门，我拢无，无咧休困啊。嗯。迄阵啊，安怎，除非讲大院啊，我拢有来上课啦。吼吼，对对，我嘛甲师傅讲，师傅讲，我许病人笑话拢是病去过啊。嗯嗯。吼。嗯。安尼啊，啊，所以事啊，啊，会感觉奇怪了，是安尼去讲，啊，我来，归来厝看卖啦。是。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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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安厨去拢有证件，哦，证件随拢做厨房啦，哈，迄厨房吼，啊洗衫机啦，哦，啊，拢大部分拢用了无够理想啦，大部分拢无理想个，所以拢阁经过安尼来调整吼，啊，因为头前我是楼下新民宿舍是一楼啦，阮是三楼买，我卖爬啊。改了伫楼下，吼楼下啊楼下了市民看，人个市民安尼行，人输起输啊嘛，讲安尼会使啊，这拢会使。干那买一个书画稿，讲买一个后壁门啊。后壁门。哎，后壁门，安厝无后壁门啦。嗯。哦，因为书画稿讲一句话，我嘛是安尼，人书画嘛作遐物啊，伊嘛讲讲伊当时较早书画的师傅甲教书，讲甲讲嘛是讲。无后壁门啊，叫遐顾一空后壁门安尼啊，顾一个记号做后壁门啊，下后壁门安尼有这个号安尼啊。啊，但是有形必有其灵啊。对对对，有其形必有其灵安尼啊吼。啊，但是了后，我的边啊有搁个违章，我有搁个开一个门啊，吼安尼啊，搁开一个后壁门，顶管啊通顶管去安尼啊，吼。啊，就是书啊讲这个书，就是这个缺点名啦。伊书啊话讲。啊！就剩这缺点名啦。哦，啊，剩嘞，迄个门嘞，诶，文工桥，尤其门嘞文工桥无下，我拢改过啊啦。哦，为文工桥拢文工桥，迄阵做唔知影，拢红字了，为拢伫关哩吼，关过哩吼。哦哦。哦，对不对？哦，所以门嘞。啊，客家呐，用到这多。无法度啊！啊，你较早人看过你做诶，人甲你做，你也无法度人许啊。哦，啊，迄个。厝头前我拢全部翻修，迄门向门第一点大门就门向全部拢改，拢一个过改啊。我过来已经了，安尼家庭就较平静啊。对啦，安尼咱就分享较彻底嘞，就是讲，到底这红字吼是爱安怎立啦，较平安，啊适合咱的徛家啊。对啊，对啊。啊，所以讲，这红字最后拢伫宅吼，拢伫宅人安尼啦吼，大部分。我啊，人啊，厝边隔壁所有朋友啊，问我拢阿讲，拢袂晓讲白字啊。伊个主要看点财就好个啦，哦，财本好啦，主要看财本两字，剩个你茫过去看啦。哦，足济内底大龙字就是伫个官贵人啦，官贵人啦，哦，对不对？但是若无足好个朋友，咱绝对唔敢开嘴啊。开嘴讲，比如讲啦吼，讲一个。跟我小隔壁，吼、哦，迄、那个有一个李先生啦，吼，啊，伊就原来离开伊啊，早离开啊，啊，因太太，李太太迄阵我伫要回乡的时阵哦，因先生伫，我唔敢回，无爱回乡，伊有话啦，吼、哦，大家会加减的话爱小劝别，伊离开人，因太太就话讲安啦，拜托啊，你用来啊，因一边的老水啊，叫我来去遐处理下呢，吼、哦。我去因家爸看，因是道教的，吼，因是道教，唔是那个。你甲因问，人家讲伊就袂听啦，吼、嗯。伊伫个眠床边，眠床，因的眠床吼，眠床的边啊是浴室嘛吼，一间。伊个伫个眠床头一个开一个门套一间啦。好好。他浴室啦，我讲这个门叫伊拆开，吼、哦，因为我看下囡啦吼，伊有生一对吼。看迄囡仔后生吼，不大理想啦吼，伊迄读册读高雄医学院，两冬就倒来伫因厝，我看拢无啥来找，安尼，咱家建议嘛听下咯，哦，到目前嘛是安尼啦，哦，拢无入来啦。啊，伊讲因的因信教无你信迄啦吼，安尼无法度啊嘛，啊无当伊好意，我要去厝，我要去的时阵变小话，哦，安能好意安尼。啊嘛，会当甲伊建议就甲伊建议，哦。但是以外，我做人，我袂敢讲，咱唔知影，咱袂晓讲啊。
所以因内底吼，即个莫打有诶无诶。伫我咧改装诶时阵，我一直拢改哦。哦，合法安尼吼，好病拢全部改良病，重诶啥拢改用用安尼啊。所以人也嘛是对咱真好啦，无毋对啊，是讲咱心内一个较无迄个讲，啊，甲伊建议讲即个。来个拆开，下间啊门，你搁啊开开，啊你个囡仔问题了，迄囡仔甲即卖也是安尼，总啊袂当上好，拢规间拢伫内底安尼，伊听袂落啊，因入教个就是听袂落啊，啊袂落，你啊，伊请来有啥物，因为因身上无滴，啥物代志就来甲因叫，啥物代志就来甲因叫，那嘛是讲啊，小别出面隔壁。啊，去啊，处会当处理就甲伊处理啦，吼，这是我的宗旨啦。啊，了后吼过来，即马一挂朋友，大家知影讲我入来是专门啊，所以来去拜拜，拜无论拜公妈、拜地，即马大家都来问啦。哦，啊，我是拢叫咱庙啊普传，师傅传庙啊普传，哦，甲因讲，哦，对不对？哦，所以大家拜地基主，拢咱古早啦，吼，甲因即马同款，拢入去后壁面。林灶卡后壁面咧拜哈，按专门是去头前门入来咧拜，所以实在一寡朋友来问诶，我讲人伊拢有照安尼做，拢有照安尼做哈。啊，我要安尼人讲，我拢照庙普传啊，其他咱唔敢讲啊，咱也无比人较牛，安尼唔敢讲，我照庙普传啊讲。人要即个来问，即个问，再问啥，我万个我也安尼讲啦哈。大部分拢问即个拜的物件啦，拢问拜拜物件。阿弥陀菩萨咧作者，哦，从一挂供庙内底诶，我伫住伫后街遐吼，迄供庙作者，啊，我实在作者经去，咱咧经各种种，哦，因咧他们作神后拢甲伊讲，爱安怎拜香，安怎拜香啦，无实在咱袂使讲啊，讲人也听袂落，哦，啊。佛度有缘人呐、啊，算有缘人对了哈。啊，所以讲，我伫遐安尼了，哦，人咧，人家问的，咱捌啦，一定会讲，我一定会讲讲啦。啊，有重要代志，哦，那某人甲我卜一支卦，咱卜来看无甲理想，我拢会甲建议两点。第一点，你来找阮老师，严宗老师；第二点，你会使去找严信法师，哦。因为咱知影迄款问题起来挂较无介理想，咱讲话惊较袂遐，吼，较讲袂遐好势啦吼。是。哦，所以我拢来建议，哇，你来去找阮圆通老师，还是来找圆心法师，哦，叫我给你拨一支挂，看卖安尼吼。这是问题梳理更清楚。系啦，吼，安尼无，咱要人讲，人爱问咱，咱我袂讲体啦吼，安尼咱。我这个做失败就是拢袂晓讲体啊，所以什么代志做失败，我搁做行规，我是做水电的行规吼，我搁较无闲，人来搞我请，我就讲好，然后吼啊，明仔载拜托搞我看一段桥啊，要倒啊靠前上，半暝三点要出发，我就三点头先出发，等下暗时啊十一点啦，我嘛去，要雷山有无去？去半路有啊崩山吼，我所以讲。我一步袂晓，我体我是原来算来足吃亏啊！人敢请，咱拢讲，现在有够无用，咱嘛讲好，来，安尼就对吼。啊，所以讲，伫我遐边啊人，大家拢对我袂歹，我这熟悉的啦吼。尽其所能帮助大家这样。对，安尼啦。啊，就如我入来专门，就是讲第一点，我原来对这个易经风水吼，我能对。我的家己的印象中啦吼，咱要看风水无遐简单啦。因为我未入这专门了，未入这专门，就涉及一个风水的老师傅，伊是往经大陆书啊学的。但迄阵我的心无想要学这个风水啊，伊要出门，请下来招我，伊一家八十几岁吼，乌头木面啊，吼，对不对？啊！伊甲我讲一句话，迄阵我拢常会参伊出来，就讲伊一生有救人，无害人，吼、所以迄阵咱无想要恶啦，所以伊招了参伊出，招了参伊出，哦，不然等咱想要恶的时阵哦，咱迄个时间已经要离开啊啦，哦，人伊个人做甲讲，敲电话甲伊讲，伊后生讲，
阿摩人咧要转去啊，伊老要再甲看，你就赶来哦。人也看啊，讲伊今年若无离开，后年就离开哦。人也家己也会当安尼吼，安尼就讲做人袂歹哦。啊，了后迄阵哦，我阿小龙凤安尼入来，入来这个、这和学易经应该好歹。但我入来，我总之是讲，这风水会较好看啦。咱看是拢咱目睭唔该看的哦，所以我会对易经，我拢对这个八卦易经哦开始较认真读啦。什么代志？对八卦去决定这个风水啊好歹啊吼，迄是我家己本人的想法。我虽然讲阿要学风水，未入来，我认为风水足深啦，唔是讲咱看的安尼迄种表面的啦吼。所以讲，我拢会去用卦，用卦理来了开看，唔知啊请教老师啦吼，唔知啊请教老师，哦啊有当时啊捌去请教元真法师，哦拄着啊去请教元真法师。哦，啊！就即摆按专门诶法师，大家拢足亲切诶啦。哦，伊请教大家拢足亲切诶。哦，所以我感觉入这专门对我来讲受益真侪啦。哦，啊，一寡朋友人有困难，咱会当甲帮忙诶，尽量甲帮忙啦。是以妙法广结善缘，这样。对，广结善缘。哦，啊，第一点咱也是讲要入专门学这個，咱也无第一点来诶，先来讲，咱无想要趁钱。会当服务就好啊，因为我是捐了十几单，嘛无一样收这啦，红包人头拢嫌人啊，我无一样收，安尼会当人到帮忙，吼，啊就是安尼，有饭人吃就好啦。我讲的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我嘛真感谢师父的教导啦，吼，啊师父啊，即卖，迄阵拢请来，拢出来上课嘛，啊请来感谢师父的教导，啊感谢延东老师。啊，圆信法师嘛，拢请来来指导啦，吼。是。哦，这真感谢啦，这是讲人生吼，会当进这宗门嘛，是这个机缘啦。是。哦，啊，人生来改变啦，哦，我从进了这宗门了后，人生拢改变，分酒堂拢改啊。话袂出来。对不对？哦，我刚讲两包呢，分酒拢全部改啊。哦，对对。真好，真好。哦，所以嘛，感谢安慧心中，啊，感谢师父，感谢在老师哦，大家教导哦。未歹啦，吼、啊嗯！啊，我是感觉咱专门的工作法师，大家拢真亲切啦。感谢师兄今天啊、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分享。从这个双姓祖先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宗门最擅长处理的几个项目之一啊、哦。所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之后，如果您的周遭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发生，那您也可以临近的这个分寺道场来请法。或者是来到教室，我们有老师们来帮大家转达，一定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最圆满的一个收获。今天非常感谢师兄您的分享，各位观众朋友啊，谢谢，我们走，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我想神职人员的这个自己的人生历程哦，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具有这个代表性，不一定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外在形式就叫做修行，在家修行也非常的殊胜，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先活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